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是我的战争。这个地方跟大家抱歉一下，一个是我原本第十集讲重录的，就重新录，因为不死了一个人嘛，然后中间停了很长时间，直到这次录大概有2个礼拜了，从我录完第十集，但是第十集那个厨师死掉的那个存档没了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把第十集再玩一遍，然后玩成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，他们情况到底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也就是说等于第十集，你们就当没有第十集，直接跳到第11集吧。然后这里面的系统我都有点忘了，因为2个礼拜没玩了，sorry。我来看一下，我要回忆一下他们每个人的状态，轻微不适，他应该是要很疲惫，很疲惫就先去睡觉。饥饿，酩酊大醉，伤心。想请先去弹个琴，你睡觉。饥饿，有很饥饿的吗？轻微不适，恢复中。然后这边要烧火了吧？现在4度，让他去烧个火啊，先把这些东西收一下。然后上面要生火，火的问题现在很难受，一有火就容易生病。那我们吃的东西也不多了，我们先把这个放进去。妹子现在也很不开心。当时玩到那个厨师死掉的时候啊，就是上一个版本，哎呦，难受死了！你看一个，反正就是难受了。现在还有点吃的，厨师现在让他在睡觉，然后准备把这个。这个升级一下，看看够不够，少什么东西，少材料，少材料，水我们看看还有多少水，水没水了，要断水了，断水的话就是要烧水。烧水，烧水等于是都需要燃料。少什么东西？我先坐着再说，先烧点水，慢慢没水了。我要加点火，好做生意的，妹子谈个生意。然后你去加个火。我们达成协议，交易一下。首先我们需要水，材料。过冬天我们需要燃料，直接跟他交易木头。然后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一大堆的工具啊，在那个教堂里面，这个比较烦人，不管用，真大方。是吧？继续。我们先让自己先活下来，哪怕这些武器都给他，我一定要让自己这帮人能活下来。手枪不要。只能换2个罐头嘛，把这些东西换成吃的。我们看到底能换多少吃的，尽量不去抢。这样都不管用，4个这个只能换4个罐头。看看，咖啡豆妹子要吃的，这温度计我有了，红木头我们还有一些，把这2个给他，换点木头。去跟他换，要那么多枪也没用。枪，突击步枪。
多了。想一想，这是什么烟草？草药是要留着的，我们缺草药。这个是要造弹药的呀，酒造酒的，这两个是造弹药的。还有的观众吐槽我为什么说不让他走，我们继续弹琴，然后这边把这个升级一下，做一下。这个升级以后的我可以用比较少的燃料了。我们现在水是没有办法制作了，然后厨师轻微不适，恢复中，伤心状态。现在都中午了，这边要把温度搞起来，要不然要冻死人的。没有燃料，要造点燃料。我们搞了不少木头，过冬天一定要有木头。应该多储备一些水的。错，这个。妹子好点没？大醉，轻微不适，饥饿，现在有些吃的了。这个地方我就是能玩成什么样的就玩成什么样子，我并不力求通关或者怎么样，就是真实的，就不去独档。我那个档是真心丢了，没办法，反正可能大概能玩到个37、38天、38、39天，可能就结束还是怎么样。反正我们坚持吧，看最后能活下来几个。既然是生存游戏嘛，然后妹子去把它升级，升掉，先给它加一点。太冷了，零下了。好，行了，全部加进去了。然后温度起来了，大家看左上角温度起来了。然后这边能干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？做一半没做完。在干嘛呀？草药的捣鼓什么玩意儿？现在温度起来了，现在很暖和，不会再被冻死了。但现在我们吃的成问题，然后我们现在水也不多，真的很大问题。这边是在造什么，大哥？捣鼓啥呢，孩子？不要失去希望，反正心情都很不好。你喝一杯。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可以有，怎么说呢？可以背比较多东西的人，比较烦人。一个有17个背包的，一个15个背包的，我这一局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妹子怎么样？还是伤心？晚上了，我们看看吧。这个地方，哎呀，我这个地方还是去拿过一些东西，没杀他们，不能去，不能去。军事岗上是可以交易的，好多食物、药品，大量可能的交易，很危险。军事岗哨派谁去一下？让他去一下吧，跑得快，去一下。妹子让他睡一会儿，这个生病的让他在床上睡觉，然后你守卫一下。车库73%，公寓小楼，好多食物，好多药品。让他去一下，带一把枪，但我没子弹。带一个背包，这个东西吧，我们进去偷一下。小刀也没有，小刀也在那个地方没造，待会儿杀不杀了呀？没枪啊，就这样走吧，
去看一下。我已经是。听到了一些动静，来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被他听到了，完蛋，没看见，我没带刀，什么武器都没带。带把武器来，我要造把小刀，造点弹药。这些人是可以杀的。进去。弹药。慢慢的。上面我有点备用，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东西，危险也要过来拼命啊，千万不能引起他们察觉。下面来人了，完蛋，被堵了。上面一个人，哦，是看不见我们的。来人了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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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哦，走！我偷了一点东西，虽然没吃的，没偷到吃，我带刀把他们干掉。但他没有主动攻击我，嘿，那不行，我要子弹和弹药都要带上。第三十天，以后再怎么样。不能那个，反正是那个老头老太真的不应该去抢的。看来带回来哪些东西我都没看，酒带回来了好像，遇袭了，完了，布鲁诺不行了，布鲁诺要冻死了，就是他，重病，没药了，我去。就要死的节奏，很饥饿，吃点罐头。很饥饿，吃个罐头。给他吃个罐头，快好起来吧。给他吃的吧。去睡一会儿。妹子呢？没有睡好，很饥饿。把罐头给她。别自己吃了吧。
看看布鲁曼号称担心，又会闷骚，看能不能合成一点药来。谁来了？给我点吃的吧，给我个建议，什么建议啊？玩这游戏玩得好虐心，你知道吗？嗨，你是新来的对吗？别离开我，求你了。这人是谁？你好，邻居附近的。把妹子拐走了。他在抽烟，我正在睡觉，他也在睡觉。他现在不是很疲惫，看看能不能做点药吧。再不做药，真要死了。这边好像在造烟草，这边能造什么？我先把它造完，还有点时间。肉有肉，还要造把刀，越来越冷了，我加点柴火钱，快点，没时间了。知道你很疲惫，但是你要起来干活，去把这个东西收割掉，来不及了。我还是没有掌握好这个交易的这个技巧，老哥在那边抢。他应该不行了，睡觉睡觉睡觉吧，知道你不行了。木龙刀看起来气色不好，我希望我们能叫救护车。造一把刀，出去砍人也要带把刀啊！一个肉还没收，这把小刀。妹子还出门了，应该不去，我自己都忙不过了，还帮她做事。赶快把肉收掉。谁派谁出去？是跑得快吗？跑得快疲惫，可以让他出去，让他这两个睡觉。到这个地方去，拿了73%的东西，好多食物，我们看来必须要开杀了。开杀就让跑得快去，他去，跑得快睡觉。带一把撬棍没有？带一把刀，枪。下面的下来了，去，在这儿中间这个地方要等过来了，跑得好快呀、啊！
掉了。对不起，哎呀，来不及了。防卫那种，我那个手无寸铁的我都下得了手了，我没办法。在这儿等一下，其他地方我上不上去，这边是要撬棍的，我要造撬棍。快点呀，动啊，观众说是把它引下来也是一种方法吧，他能看见我。上面还有一个，哦，那是窗户，把它引下来进去，会不会被发现？切换出枪，枪是很值钱的东西，可以换东西的，这倒是真的。枪子弹，看看里面这个人，哇，好多东西。这个人，刚才我干掉的。我要食物，我先拿一下东西。我现在要药品，我要药。拿药，我要救人，要不然我的人要死了。时间要不够了，这边冰箱肯定是有吃的。哇，来了，这个是药，有一点药，这个不要了。这边看看有没有药，赶快。没药啊，上去。走，这边看看有没有药。我们要带一把锯子过来，下一个。没有药。好，我们走吧。下次带一把锯子，带个撬棒。乔帮带了一盒药回去了，希望厨师别死，带了一个药回来了。31天，哦，还在，好多吃的，这倒是真的。他拿点吃的，恢复重病，吃个药吧。
好妹子，你去很疲惫睡觉。你会弹琴吗？是的，吃点吧，不知道肚子饿是好事，给他吃饱一点，先生病再重病，吃过一个药了。好，再睡觉去，妹子要上床睡觉，跑得快，加点柴火。没有燃料，做燃料。我要造一个撬棍。这边要燃料。妹子，造武器。因为我们水也需要燃料去换。锯子是有的，好，造个撬棍。我一大堆武器全在教堂，这个我真吃不消。还要10个材料啊！妹子都说了，这都没什么意义，生病沮丧。要升起来，这些暴徒们自作的时候，但是还是很同情弱者。妹子，吃一点，给你吃饱。我们现在吃的东西蛮多的，重病，没有药物，我还是要去找药。好，温度起来了。感觉好多了，生病？你怎么也病了？我的天哪！哦，你赶快要去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哎呀，刚才那个了，造东西造一半。妹子弹个琴吧。这边是造药的。希望我们可以在这里保暖，不都16度了吗？还要怎么样啊？上海都冻死了，还没暖气，说南方不要暖气，不知道哪个专家写的。酒精，纯酒精。造药给他吃，两个都生病了，你看都生病了，冻的吗？哎呀，我急死了！我跟大家说，我真的急死了。造一个，给他吃，他快真的快不行了。待会让跑得快去，有12个格子，去搜刮一下东西。带个锯子，带个撬棍，锯子和撬棍。优先拿药。好，吃药去。睡会儿，睡会儿。哦，你饱了是吧？不用睡，饥饿是吧？这个是干嘛的？这要是做水的，这个是做酒的。我们做点水吧。木头也要没了，赶快吃，别又死了。
药吗？他不吃药。哦，刚吃过，好吧，别叫去，你去吃个药。生病了，别重病。想吃东西是吧？现在还没有很饥饿，吃一下吧。伤心了，不让你吃。现在没有药，我应该说吃的药吧。好，他不饿了，跑得快要出门了。好，我们出门吧。跑得快，出去寻觅。疲惫，生病，你在床上睡觉。生病，你也要在床上睡觉，你就睡觉。你去寻觅一下，到小屋。这个带个这个。寝室清光了，走吧，马上去。这边可以进来哦，撬棍。哦，这边有东西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东西可以拿。这边有一个橘子，这个橘子先不着急。都是武器啊，我要在上面，猜的。这是厨房，橘子好像只能用一次。只剩下最右边这个地方还没有，把这个先顶开。这个地方也搜刮完了，东西不多啊。把球放在马桶后面了，清理干净。哦，去找一下马桶。还是可以来一次的。马桶后面有酒，把酒带回去，如果有换东西的话可以换一下东西。在这儿，酒两瓶酒，看什么东西不带。咖啡先不带，酒带一瓶。然后药，这个是药品，旧药和兽药脱离这个半颗合成正常的药，这个先不要，糖先不要，酒先带回去，回家。这边基本上已经达到90%的搜刮程度。第32天。希望那个厨师别死了。好，站着了，带了药回来了。 Oh my god， 快吃药。妹
吃药。妹子要放弃了，你去睡觉。这货也病了。这时候一天正确的药量，妹子，哎，她好点了，应该。你去睡觉，起来，不给她睡。说是。你也头疼得很重啊。伤心，伤心弹琴去，他去喝一杯。朋友很虚弱，没想办法。这个地方我一直没给大家看，每个人每一天的想法，不要让我死，拿一些药给他吧。轻微不适，这个人是和干掉这些匪徒的方式，罗曼可真是个厉害的家伙。这个人一看就是没心没肺的活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给队友拿到药，拿到了，真的拿到了药。哇塞！吃饱点，吃饱点，酒喝多了，好好的坐会儿去。加燃料，吃的现在倒够了，但是没药，这个我真的没想到。哦，妹子，妹子，妹子，做生意去，换点药回来，什么都可以，武器都给他，拿药。你睡觉，你去拿药。大声哭叫出来吧，外面好危险。给他武器，我要药，我去，他竟然没带药，药药药。然后绷带我倒不是很需要，来看看能换点什么哈，也不够带点蔬菜来，咖啡，换点咖啡，换点卷烟，让他们心情好一点。这不管用是吧？酒精。好，继续。你不能带点药给我们大哥哥啊？酒精我留着，我留着做药的。换点草药，他有草药吗？草药也没有。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一个材料又不会怀孕。我到医院去换，医院应该有药，去拿药去。我这个到医院去换。你起来给妹子睡觉。沮丧，很疲惫，没有药恢复中，不是给你吃了药吗？结束白天。带点吃的和武器到这边去，然后回去我看一下帕里夫去，让妹子去。我们带点吃的，带点这个药，然后带点酒精，就我认为我们这里值钱的东西，枪带上。哪怕带点食物啊，过去做生意去，跟他看能不能换点药回来。哇塞，妹子生病，生病在，没有药物，就是来给你药物找药的呀。我妹子都走不动了，我的天哪！你能帮我什么？在废墟里找医药用品，如果你
把它还给医生。哎呀，哪里可以交易啊？哦，交易。我不是来捐赠急药用品的，我是需要医药用品。我勒个！给你一个医药用品，我带点木头回去。治疗一下，哦，能来治病。哦，到这里来吃药，哎，这也不错，这个不错，我很快会好起来的。对的，我很快会好起来，下一次让医生过来。这边是什么东西能拿的？这个不是私有物品，可以拿一下。在哭，你们想跑都跑不了。嗨，雷迪，别干傻事好吗？好好好，走吧。哎呀，走不动路了。还好吃到这边免费吃了个药，哎，这个可以有。谢谢谢谢。我们现在几乎四个人，有三个人生了病。莫菲因看上去很憔悴。叶莫菲。夫啊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回去回去。吃了药了，好歹吃了药了，吃了一个免费的药。你不想会在这儿摊上事儿的，相信我，好吧。Hospital， 没人死吧？33天了，啊，这游戏是神作，欲罢不能的感觉。你好了点没？他也快不行了，很饥饿就吃东西。你呢？生病，吃个药。不是给你药。这货快不行了，生病再吃药，生个火去。现在好，最好的身体最好的就是你。一般生病是生7天，7天好了就没事吧？这是现实当中没有睡好，伤心生病。你呢？睡一会儿。没有睡好。赶紧去睡觉，我要出去杀人了，不杀人是不行了。你看看能不能做点药，这边能升级吗？不行啊，需要这个搅拌器，还要零件，还要木头。我的天哪，我就6个木头了。这边种草药，我又没肥料。换吧，种草药，5个草药，要8个水，我的天哪！妹子饥饿、恢复、沮丧、很疲惫，心情好点没？现在我们吃的还比较多。转5圈呢，这边哎，越来越艰难了。被种下去，我们需要等。然后你没睡好，你在这边睡会儿。
10点都没人来，晚上我们要出去杀人了。让他去吧，让跑得快去。看看能不能造一张床了，现在的确是4个人需要3张床。木头不够，木头需要，还需要木头，需要2木头。先坐一会儿吧，肚子咕噜咕噜叫啊！你还没有很饿，晚上我们要出去拼命了，要找有药物的地方进去拼命。我们这样，我们看军事岗哨有可能的交易的话，我们带着枪去。肯定在床上睡觉，你睡觉。到军事岗上，我们去一趟。我从来没有去过。带这个药，我们可以多带点武器。我们去探路的。好，过去看一下，跑得快。拿交易，我跟他交易，看他能交易点什么。我要药，有药，2瓶药都换不来啊。还不管用。早知道让妹子，妹子来你肯定已经被色诱。好好，拿2瓶药回家去。这边可以摸吗？可以。杀光还了得啊，杀光去做好吧，杀一个马上就跑了。他没有这种我们带了2瓶药回去，别让厨师死了。寒冷的日子结束了，挺过去啊你们。哦，好好好，都好多了，生病恢复中，生病恢复的骨折了，我的哥！一次骨折，必须要药。
你呢？生病了吗？吃药。寒冷的日子过去，他在睡了，已经好多了。但是这一集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先录到这儿。我不会再让存档丢失了，然后我尽快更新，好吗？哎呀，总算挺过了冬天，我们后面会怎么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老戴，大家拜拜。